人气话题来看到，南投竹山紫南宫在今天举行一年一度的丁酒活动，与北天灯、南风炮并列台湾元宵节的三大民俗活动。只可惜今年受到疫情影响，依旧是提供50,000份的冷冻鸡肉料理包让大家索取。虽然看不到往年万人吃丁酒的盛况，但是依旧不减民众的热情，今天早早就前来排队领取。南投紫南宫前，民众依序排队领取丁酒鸡汤料理包，工作人员的手没停过，排队人龙看不见尽头。我连续来11年了，还觉得丁酒吃了会保平安啊。我觉得这个酒味蛮重的，然后吃下去蛮在这种天气蛮暖心的。庆元乡南投紫南宫举行一年一度的丁酒活动，只可惜持续受到疫情影响，今年仍只开放外带，看不到往年万人吃丁酒的盛况。但庙方仍贴心准备一小锅丁酒鸡汤，让民众试吃。这已经鲜啊！啊，那我们食到方便，就加点米粉，我加点玉米。心中品尝美味的丁酒鸡汤，在冷飕飕又下雨的天气里，直呼相当暖心。吃丁酒与北天灯、南风炮并列台湾元宵节三大民俗活动，以延续200多年，50,000份的冷冻料理包吸引信众早早排队，祈求一整年平安顺遂。记者曾如成南投报道。